十分瀑布是台湾新北市平溪区的一个著名景点，位于基隆河的支流上，因其壮观的景致而被誉为台湾的尼加拉瓜瀑布。这个瀑布的高度因为20公尺，宽度则达40公尺，是台湾少有的宽广瀑布，四周被翠绿的山林和丰富的植被所环绕，呈现出一幅动人的自然画卷。游客可以从十分车站出发，沿着铁道走大约15分钟就能到达瀑布入口处，途中的景色充满诗意，时而可以见到火车穿梭在山林间的铁道上。步行至瀑布的小径既清晰又易于行走，适合各年龄层的游客前来探访。抵达瀑布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飞泻而下的水幕，声势浩大，水汽飘散，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。瀑布下方是一个宽敞的水潭，水潭的水色清澈见底，透明的湖水和四周的绿色植被形成鲜明对比，景色十分迷人。除了观赏瀑布，游客还可以在附近的河滨公园野餐放松，或是参加当地的天灯活动，体验放天灯祈福的传统文化。每年的春节期间，十分还会举办盛大的天灯节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摄影师前来。十分瀑布不仅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点，也是体验台湾传统文化与现代休闲活动的绝佳地点，适合亲子游、情侣约会或是摄影爱好者的探访之地。Thank you.